为佛教为众生，住在这五十二三年来，几乎呢，我是用四十年的时间，为四大志业去努力。大家人都知，为佛教为众生，这是迄个事。爱要入戒堂，无舒服，我会舒服。及时呢，把我收落来，三个苦土，两句话，为佛教，为众生。修改完，我已经准备爱回来华莲，苦劳技术为我起这个小木屋，就安尼辗转，我种种的因缘，功德会做了，就安尼呢，落落来，忙忙碌碌，开始为众生，为佛教，为众生。这为佛教还没做完，为众生我当作一半，该做一半啦。我要自信，现在看到国际间这么多这么多啦，粒粒的经济呢，遍布在国际间，因回来分享，因在那个地方是安怎在咧付出，我感恩。尽管落地的所在也未去真普遍，但是大灾难的事，因拢真付出。人间菩萨正啊，已经咧有团。以后啦，佛教要做的主持工作，听到佛教，听到主持，我真坚持，这就是佛教。所以，让大家人知道有佛教这个主持工作，为众生，生命，不是只有主持地方，还是呢？生命爱有庇护，贫瘠病，预防病都要先治病。有的因为病而病，要怎预防病？咱爱赶紧先甲治病，因为安尼治病，这建设病院。的疫情是爱去安怎样抛头露面呐？是爱安怎样感恩呢？迄个点滴汇集，才菩萨啦！迄个是老菩萨嘛，未少啊！做工的人真多啊，推着路边车，路边放米香啊，等等啊，这菩萨运用点滴汗血啊，赚来的钱，就是安尼，款款累积。知影师父要起病，累积落来要买厝，要买一个单位，因都愿意先写予师父去起病，钱则阁慢慢欠。虽然啊，
最近一直伫咧想遮个人，已经四五十年了，因付出，因无挂碍，个人忙，个人事拢共享，可能真心力捐出来，再也无搁甲师父见面啦。不过，这份的德，这份的情甲爱，记忆中还是存在。四大志愿呢，师父要做的，所作改办，医疗、教育、人文。这群啦，身躯边我若无遮的人，我遮侪遮侪的菩萨，永远支持师父，在诸亲老菩萨，我若有法度讲，所作一般四大志愿。因为人是功不可没，各位，去病院偌辛苦，一年在，现在住在东部三间病院，西部三间病院，我真感恩，常常讲，我足有福报的啊，所当着每一位弟子、院长。都是遐尼只贴心，遐尼只愿意接受主者的灵魂，打开心门，做因爱的人文医疗管理。这是我即马已经看医疗，我也放心。教育也是同款啊。每一次教育的会、注册会，听到校长、老师、学生来伫咧播，我真正是真感动。现在的环境、大时代，咱有法度保留着这种优质的教育，想。这个教育，我也真感恩。虽然烦恼的代志真多，也是足感恩的。可人们用心的建立一个媒体，那就是咱大爱台。大爱台是一个弘法的工具。这么多国家这样直直直来，感恩师父啊，爱我们分法听法啦，我们现在很认真，我们现在都知道道理，人要怎么好，事要怎么做，我就会问他们说，那你那里看得到吗？会哦，我们大爱哦，只要一个机上河，专开大爱一条线，所以啊，感恩啊！现在的时代，我们有大爱台，替我弘法，更加感恩的有大爱，和咱做基础，乘以这条线，搁再铺出去呀。在分端的落地在几十个国家，法华经一直跟大家人讲，我是用无共种的方法讲法华经世间法，来对佛的理想菩萨道。所以啊，
大道立法出，回归真本性。佛陀爱咱回归咱人人的本性，大道立法出，法出就是延续在咱的性命、慧命啦。回归真本性，爱成长咱的慧命，这是吼每一天啊，真期待这成，请大家啦，爱重新精进，法爱听起，日日爱多用心啊。